庆祝2015年妈祖圣诞，台东天后宫管委会5月16号上午颁发清寒奖助学金，县内共有165位国高中学生受惠。都有学校老师来推荐，他们推荐的这次他们推荐的内容都写得蛮清楚的，很让人感动，所以我们这次评审的人员评审后都超过我们的预算，但是因为老师写得太感动，学生也很需要这笔奖金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全部都通过，一共有高中生有81位，国中生有84位，我们这次的发放奖金超过70几万，将近80万左右。受奖高中生每人可获得5000元奖助学金，国中生每人可获得3000元奖助学金。林珠威鼓励清寒学子努力上学，将来有能力后要回馈社会。黄清海采访摄影。